曹野，你总要给我一个分手的理由。是因为我们不合适。怎么不合适了？哪不合适了？哎，我先看到，我先看到曹野，我先看到曹野来到车，你咋这么抢你？我有一次，你等一下，下次吧。 露露，露露，露露，你干嘛？你给我回来！下大雨，我打不到车。快点呀，我们是直播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现在赶过来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手机快没电了。 抢你车了，是我先拦到的。师傅，你让他下去。你下去。不接电话呀，这个老女人。你们赶紧商量一下吧，总得下去一个，别耽误我拉活。要不，你们拼个车。我没这习惯。 直播时间就要到了，他居然还敢迟到！我第一眼见他我就知道他不靠谱，这下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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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。
完了完了完了！大家好，这里是1088电台七点夜未央，我是微风。对不起啊，今天有点感冒，所以希望大家多多见谅。刚才就是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，我们广告后再见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哪的呀？问也不问就往里头闯。我999的。我怎么没见过你？你出入证呢？我刚调来，还没发呢。那也不行，不能进啊。那我打个电话。我手机呢？姐姐啊，怎么了？你的脸上怎么了？你的睫毛膏花了，天哪！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先擦一擦。怎么没人告诉我呢？完了完了，怎么没人告诉我呢？先走吧，先走吧。姐姐，我们给你打电话，你手机怎么关机啊？我手机丢了。见过倒霉的，没见过你这么倒霉的。周依依，我很想听听你的解释。你知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？陈主任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。周依依同志呢，毕竟是新来的，也许啊，对我们的工作还不大了解。再不了解，起码的时间观念也应该有吧。马路，你也要检讨一下自己。陈老师，他迟到，我又没迟到。你还说他是你的搭档，你为什么不早提醒他？他不懂规矩，你也不懂规矩啊。小周啊，在我们999的历史上，你是第一个不打招呼就无故缺席的主持人。你知不知道，在我们广播电台直播的时候，只要有6秒钟的声音空白，那就是重大播出事故啊。如果马路今天也没来，那我们就要开天窗了。你回去好好想想吧。我希望你尽快地调整好自己的位置和心态，做一个合格的广播人。去吧，去吧。哦，对了，你们两个本季度的奖金扣发啊。马路，实在对不起，购物频道那边我走了，他们临时又找不到人，就拉我去救场。我没想到今天会下这么大的雨，我又打不到车，实在是，真的特别。没关系，你要是嫌我庙小呢，你直接跟领导反映。我呢，原来一个人做挺开心的，是领导非要把你塞给我。
怎么了？你生气了？哎，哎，哎，你真生气了？哎，你别生气啊！我向你承认一个错误，我今天没有收听你的节目，不过我保证，我明天一定准时收听。亏得你没听，听了也白听。到底怎么了？上官同学，我真不该答应去救你的场，救了你的场，把我自己给搭进去了。你说你哪天录节目不好，非要选在今天？你迟到啦？挨批啦？比迟到更糟糕，根本就是旷工。我电台生涯的第一次开了天窗。那你干嘛去了呀？你不是6点钟就已经出电视台了吗？你爬也得爬到了。爬？你爬一个我看看。什么也别说了，反正噩梦一场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这次都算我不好。不过我也是被逼无奈呀。你说我们新招那主持人突发阑尾炎，你说我倒霉不倒霉？客户又催得要命。我不找你找谁啊？哎呀，谁让你是我的好朋友呢？谁让你是购物节目的天后呢？你拿什么补偿我？哎，这月房租还是你出。不过水费、电费、煤气费我出，怎么样？我够意思了，你不许再敲诈了啊！同学呀，我被扣了3个月的奖金啊，3个月的奖金啊！给我的，嗯。哎呀，铁公鸡终于拔毛了！你真的确定吗？送给别人的东西可不许拿回去。不是我给你的，是那个，是庄静送给你的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！你，哎呦，你别生气啊！他是庄静，他请我吃饭，然后就让我把这个礼物带给你的。你别伤心了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再说他也不是存心的呀。上官燕，你要还拿我当你朋友，你就不要随便替我拿他的东西。你跟他见面我管不着，但是请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个人的名字。好了，这一次是我不好，我以后再也不多管闲事儿了。我只是觉得可惜，大家这么多年的好朋友，我保证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请各位领导看我今后的表现，也恳请各位同事给我更多的帮助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刚才大家都听到了，马路的检讨还算深刻，但是我希望，你不要只是走形式、走过场，
要从自己的思想深处认识自己的问题。同时，我还要提醒在座的各位同仁，不要理会外界的某些传闻，说我们频率要被裁撤之类的。我在这里要特别澄清一下，完全没有这回事吗？裁撤，纯粹是空穴来风。希望大家不要受到传闻的影响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，把精力都放在节目上，把收听率搞上去。我们不会合并的另一个证明就是周依依同志。周依依同志刚从电视台调过来，据说在歌舞频道也是业务尖子。不过不好意思啊，我是没看过。我看过，我还买了他强力推荐的豆浆机，一点也不好用，被我老公扔了。大家安静一下啊，以后别打断领导说话啊。陈主任，你接着说吧。我说到哪儿了？您说到业务尖子了。哦，对，业务尖子。虽然是业务尖子，但是周依依同志多次主动向集团领导提出申请，要求调到电台来工作，而集团领导又同意了他的要求，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嘛。大家想想，如果我们频率要被裁撤了，那他还来九九九做什么？那集团领导为什么还要同意呢？对吧？接下来是不是该周依依同志念检讨了？以下是我的检讨。尊敬的领导，张姐，我给你去拿那个出镜符啊。哎，谢谢。哎，他不要。以后啊，你也别费这个心了。他这个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他还是不肯原谅我。再给他点时间吧。他这人心眼挺实的。哎呀，想当年，我们购物频道三朵花，可惜啊，一去不复返了。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事儿是我做错了？哎呀，感情的事嘛，本来就没有谁对谁错的。最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人互相喜欢。那换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你让我说实话吗？我要的就是实话。哥我，谁的我都敢抢，可是周依依的我不会抢。我就知道，你也在怪我。依依她好吗？她没哭，也没闹。以前那么爱笑的一个人，现在整天都郁郁寡欢的，你还要她怎样？鱼和熊掌不能兼得，你既然抢走了她的爱情，就别再奢望得到他的友情。人不能太贪心，什么都要，对吗？我没想特意的去伤害依依，我不知道他跟张成俊好，可当我知道了已经。好了好了，别难过了啊。庄静，你和依依都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，我只希望你幸福就好，也算没有白白牺牲我们三个人的感情。至于依依那边，再多给她点时间好吗？哎，对了，你和那个张成军到底什么时间出去旅游啊？赶快把日子告诉我，我也得找人补你的缺。
周依依走了，你又出去旅游，这个烂摊子都扔给我一个人了。行了，快点儿，马上录像了，快点。这里有人，人来了我再走吗？一个男人吃那么少，一个女人吃这么多。哎，马路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陈老师说我们999要被裁撤，领导不是说了吗？是谣言。哦，那我看大家都挺清闲的。清闲点不好吗？多少人巴不得要清闲呢？你又没少拿一分钱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去年呢，我们999还拿了个奖，叫做最佳养老电台奖。周依依，你来了这儿就安心的养老吧。啊，马路啊。我们什么时候谈论一下节目啊？我有很多的想法。以前呢，你是一个人，现在我们毕竟是两个人了嘛。我觉得从节目形式和风格上都可以变一变，也许会更好呢。对不起，我刚才有一点耳鸣，没有听清楚你说的话。首先，《幸运点歌台》这个节目是我一手创办的，改还是不改，我说了算。第二，如果你真是闲得慌呢，我给你提一建议，你呀。去1088，那儿特别大，特别充实。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9.9 幸运点歌台，我是马路，马路天使的马，马路天使的使。是马路天使的路吧？对不起，刚才出现一个小小的口误。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，就是周依依。周就是周星驰的周，依依就是两横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叫他周两横。大家好，我是周依依，我新来的，请大家多多关照。哎，我怎么听不到自己声音啊？不会吧？怎么可能啊？你刚才不是试过了吗？我真的听不到。马路，你故意的吧？什么我故意的？你自己没打开。我新来的，你不教我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新来的怎么了？新来的就该我伺候你啊，自己不会放机灵点儿？这，我知道。吵起来了，你听。我对你有什么意见？现在说这犯得着吗？这是别人节目设计吧？我跟你开玩笑。不会吧？我觉得是真吵。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？你的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会不会？话筒没关。来啦，田医生。哎呦，腰怎么粗了？是不是暴饮暴食了啊？没有啊。吃什么把那个小肚子吃的那么圆的啊？我没吃什么。还没吃什么，我得帮你多扎几针。我错了，田医生。你手下留情啊。好吗？好吗？别这么叽呱乱叫的，别还以为我是庸医呢。哎呦，要不想受这罪啊？你就管住你这张嘴，到了晚上少吃点，知道吗？嗯。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啊？不然怎么会这么暴饮暴食呢？你这孩子就是的，只顾着别人高兴，自个儿又什么都不说。说也没有用。怎么没有用呢？
乐极生悲，否极泰来。凡事呢，要换个角度想一想，尤其是那件不如意的事。天医生，这样的话，我已经安慰自己30年了，但这次真的不一样。哇，现在 PS 技术这么好，每个人都跟天仙一样，就不知道唱的怎么样。你能快一点吗？啊！你听了很久了，能快一点吗？什么？你能快？对不起。谢谢。哎。哎，这是我的。你付款了吗？没有。那怎么说是你的？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你要自己想要，去拿呀。让一下。没完了是吧你？给我捡起来！你站住！就是你，我说这世上的人怎么一夜之间会变得这么坏呢？你抢了我的车，害得我第一天到电台直播就开了天窗，你毁了我一世的英名，我一个从来不迟到的人，就是为了这件事当着所有同事的面当面做检讨，都是你害的，你知道吧？哼，神经病！你给我站住！干嘛？哎呀！吴先生，首先啊，我们店卖的是正版，正版 CD， 本身就比较贵。嗯，二位刚才砸的是进口的古典乐，均价都是200一张，不信二位再算一下，我没讹你们。老板，那麻烦你再帮我算一下，一半的价钱是多少？2650。来，老板，不好意思啊。老板，我身上只有零钱，我回家给您取吧。
那不行，你找了我找谁呀？要不你帮他付？什么我帮他付？我也不认识他。不认识他？哎，刚才你跟小脸和打架似的，怎么不认识他你？我这就是嘛，你看你，别闹了，赶紧把钱付了，不要耽误人家老板做生意嘛，快点嘛。不就是2000块钱吗？至于吗？又不是不还你。电话在上面，跑不了。别走啊！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打错了。周依依。啊。看了名字是真的。电话号码也是真的，你自己拨错了。把你手机给我。干什么？给我。不是存心要来你的钱，是因为你实在太讨厌了。这回号码是真的了，一个星期我等你。你干嘛？我们的事还没完呢。你想怎么样？搞了半天你有车啊？有车你还跟我抢车，你缺德。那你觉得我该怎么样？跪下来给你磕头啊，还是给你俩钱？你想那2000块一笔勾销，你就是这目的吧？你混蛋！你给我让开，听我说。你想干嘛？你再说一次。凭什么你让我说我就说啊？好，那天我抢了你的出租车，我向你道歉。你不就想听这句话吗？现在我给你，你可以让开了吗？4322的这位听友发来短信说，马路现在有新搭档了。没错，马路的新搭档周依依现在就坐在我的身边。周依依呢，原来是电视台的主持人，购物频道，大家没准还在电视里见过她。哦，不过她卖的那个豆浆机确实不怎么样，我有一个朋友买了，才用了一回，叮铃哐啷就给报废了。哎呀，给她难过的呀。也罢也罢，不要再提这些难过的往事，一起来听这首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》。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，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。微风哥，嗯，刚才听您节目太入神了，我把这给您了。什么？唱片公司的宣传碟，您看一下。哦，这么多啊，行，你去忙吧。啊，哎，每次寄那么多干嘛？喂，啊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好。
我没不让你说话呀！你怎么让我说话了？你把这话筒不放，恨不得一个人从头说到尾。我又不是你的声带，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想说话呀？万一你不说，我也不说，出现六秒钟的空白，那就是重大播出事故，你懂吗？你倒是说了，可你说的话一点营养都没有，全是流畅的废话。说什么？我说什么了？我说的是废话。行，那以后我说我的废话，你说点有营养的，我们节目全交给你了。依姐，你别怪马路，这个节目他都做了一年了，一直没什么起色，他心里也不好受。现在又突然给他加了一个搭档，他可能有点不太适应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了。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俩总是搭档嘛。如果这么一直下去，节目肯定做不好。好了，别生气了，依姐。迟早有一天，我要出一张属于自己的专辑。我出的偏偏是这首歌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又哭了，原谅我吧，不是故意的。怎么又下雨了？去机场的路上空。手机里的短信都删除了，留了一条是你的。我写的是一路平安，预计会过去再见时间。最近啊，事事不顺心，喝口凉水都塞牙。哎，你不知道，我那个搭档啊，说话一坨一坨的。好像不经过大脑就喷，没出息。哎，你是不是对所有男人都没辙呀？我跟你说啊，这男人就得挑战他，你千万不能让他顺心。你要让他顺心，他就给你添堵。哼，我那搭档好像永远都不顺心，跟我欠他似的。我跟你说，你千万不能示弱啊，这就跟谈恋爱似的。你上来就得做规矩，他要敢骑在你头上，你就给他点颜色看看，让他知道你不是好欺负的，让他学乖，见到你就怕。呵呵，我怕他才是真的。他好像很排斥我的，我知道领导把我硬塞给他做搭档，他就很不爽，加上收听率又不高，他把仇啊都记我头上了。哎，不过那天我在出租车上倒是听了一耳朵。半天没听见你说话，都是那男的在说，又臭又长的。哎，我还以为你又迟到了呢。不过在下车的时候，我倒是听见了您说了五个字儿。
哪五个字？谢谢，明天见。你就气我吧你。工作和社交的需求，经常会参加一些正式的活动。我身边有很多朋友，经常都在为玩你应该感到欣慰是吧？我让司机师傅听你们那台，那就等于在给你们做市场推广。你看我多不容易啊！要不是靠我口口相传，你们那破台谁听啊？其实参加这样的活动不一定非要选择首饰，选择一款高贵时尚的腕表，同样可以为整体造型起到提亮的效果。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款恒多利女士镶钻腕表，它的造型你看它干嘛？别看，跑步跑步。跑步啊，快点，快跑步啊。这个呢不好看。哎，我去买票，你去买爆米花。需要爆米花吗？嗯，要大份、中份、小份呢？我大份的。劳驾，两杯可乐冰的。还需要别的吗？不能老喝冰的，对身体不好。那行，你说了算。要两瓶矿泉水，常温的。还需要其他的吗？一共六块。去了他。当城市的灯火又亮起，有一道电波会记住我和你，最爱这一刻轻轻的呼唤。